想起当今时，我下礼拜大事的时阵真可惜，我阿娘在离开我的身躯边，大家甲我阿爹问起这件代志，伊总是含糊不透，看伊这尔热闹，我嘛唔敢继续甲对问落去，所以希望有一天，爹爹心情好开，会当将伤心甲我通知。也今仔日是阮阿娘嫂子的日子已经到，赶紧倒转来厝，甲阮阿爹讲一声。 当世界，阮娘亲说拜呀，好。相依赶紧，月会酸，母亲的思念我是何心烦。